回答。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是白目的三角洲，爱情经过消失无踪，我的爱还在热烈还在浓，怎么只剩我，怎么只剩我独自搜索。四处挽留，我抛了石头，怎么瞬间被吞没？没有涟漪，难道我在等待过后？哎呦不要再，哎呦不要再投入更多。是百慕大三角洲，爱情经过都消失无踪，我的爱还在热烈还在动，怎么只剩我，怎么只剩我独自搜索。今天你寂寞吗？2:11欢迎来到第二个小的星期二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慌了，我慌了 ，panic， 血糖过低 ，panic。你不是吃了两颗蛋吗？啊，两颗蛋
足够我可以从早上起床撑到下午两点吗？我就看到卡提亚的限动，我想说，自信不知道从何而来。他刚说什么？他说，因为我还没有看 Instagram， 不知道。哦，他就说，因为你早上泡一杯咖啡给他，所以他就炒了玉米炒蛋给你吃，这次用了两颗蛋，应该不会饿了吧？然后我心里想说，卡提亚，你真的懂一个人的进食量有多大吗？太扯了吧！我今天就在11:40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要叫午餐，然后他就回了一个很惊讶，那个 LINE 那个贴图，詹姆斯还是谁那个，然后我说啊，怎么了吗？你觉得早上玉米炒蛋我？因为他很有自信的说，这次我用了两个蛋，太扯了吧！他真的是小鸟胃，是不是？我觉得他是少量，他也不是小鸟胃啊。他每次只要进到一家餐厅或是外送，然后打开的第一个，他第一个评论都是好少，是选项很少，不是？是他看到人家的分量会觉得很少，可是他在家吃的又很少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明明你也不会吃这么多，然后你都要一直嫌人家少。那他白天也吃了玉米炒蛋吗？他是不是连玉米炒蛋都没吃啊？哇哦，他其实默默在减肥吧？他没有啊，他想吃就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早餐都要给我这么少的东西。在我今天要出门之前，他还默默说：“你都被宠坏了。”每天早上都饱到吃不完，真的假的？就是你知道粮食过剩在我家，然后就看到样场说，哎，不晓得今天小玉又吃了些什么呢？太可怜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君的《美梦公司》啊，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都亮出来，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互相交换的，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美梦呢？还是我们会换到最后都去死呢？ Whoa, 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The fuck?为什么我渴了的乱喷？视线开始侧斜，这到底是我错觉，还是整台车子在翻身？切换跑道 ，Highway to Hell， 180度安全的上悬吊，还来不及反应 ，Somebody help me！ 哦，听到惨叫，大事不妙。刚刚还在地狱梗，还在我想去日本，还在他们都不懂，还在你听这个 beat， 还在讨论上一题，突然一个闪不及，大话碰撞，头像叫上，漂浮像在太空。飞起来，什么情况都还不明白，嘴里飞进一个鸡块，总在鸡块，社会就要痛失英才了。What is going on？ 我还不想要和某某走，怎么睡成这样？
么场景、啊、这辈子没说好想要我到底做些什么 yeah, yeah, I really really wanna know 要挂了想了 you long Cause I don't wanna die right now 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 Cause I don't wanna die right now 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看看我跑马灯24年而已短的像个抖音长白白不过也就这点寿命不知道我的丧礼到底谁会 RSVP 猎人结局麻烦有人烧给我 please 电脑里的我抽几张再捞一笔器官开要捐哪里在几点功能才可以小小业障好转是投胎拜托别放棺材我有 me be I'll see you next life 不行我还不能死我还没看到长大的小妹小妹水电还没缴费还没去过杜拜还没还完负债预告还没发货不能出点差错往生不能成佛肯定是我丢点人间啊最后成为谁的笔仙还没拼到一栋房儿子还没取好英文名字现在我想叫他明天吧所以也不能自己吞了药丸库拉皮卡都还没下船不管自愿还是意外不能惨死人下不能葬身火海也不能成为歹徒的枪下亡魂我还要轻轻推开家人的房门这个愿望不大求求菩萨请你救救我请你请你救救我 Cause I don't wanna dieNow. 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Cause I don't wanna die right now 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我想不想不想不想你在这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法门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不能不去。极乐世界，欢迎来到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极乐世界。哥哥妹妹有一次在飞碟联播网。2点19分，我是马克，我是玛丽。今天呢，一样欢迎你第一个小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上班族543一下，然后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那么02-2363-9955，待会呢先进个工商服务广告过后再来接听你的电话。像是风筝。银河拉着遥远的光尘埃拖着你降临了也无声地消失了 We ain't got to know All my feelings turning gray 又是6点钟发了呆我埋着头多奇怪的梦早就醒来脑袋好痛 You ain't got to know 我所有的感受 You ain't got to know All those feelings in my bones 赶紧 delete 我I like to say a word You ain't got to know 所有人都擦肩而过 You ain't got to kn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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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就像感受气氛发生问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从梦来到我心门我想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上了你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早已注定 You're my memory
sophisticated. I li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Oh, you with him and get along like you and me. And we used to be the perfect duo. Yeah. Honey, you're sophisticated. I li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Oh, you and him and get along like you and me. And we go. Something I can say is different. The love I used to have is gone in vain. I don't know why it hurts so much. Like I was in your memory. 이제 조심 와요 all of me.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Oh, how you gentle me to think. You're my memory. 小心感受气氛在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匆忙来到我心门，好像已经关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着了迷，所以目眩。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 2:27，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小心温差》，也是呢，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外面真的是 hot as 某个地方，然后里面可能又会非常的冷，一热一冷之间，有可能就会夏天谁在感冒啊？夏天感冒是傻子呢？嗨嗨，你好。嗨，马克玛丽好。你是？我是瓜爸。嗨，瓜爸，请问这小时是上班族543？是的。哦，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马克。我对，就是马克，你有量过你的手距有多长吗？手距哦，打开以后手有多长？就是、对，那我测大概320吧。对。为什么想要问这个问题呢？哦，因为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梗图，然后他就是说有一个作曲家，他的手打开有30公分，然后我就很无聊去量了自己的手，发现是20，所以我很难想象。哦，你是说手掌而已啊？哦，对，哦，不是整个手臂打开，这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就交由吴玛丽来量吧。是不是有一个 app， 或是有没有那种线上的尺啊？它里面可以直接看点跟点之间的那个距离，有吗？反正就你就是拍，然后就告诉你这边的距离是多少。这是什么神奇的功能？告诉我。iPhone 里面不是有个那个叫什么仪的吗？什么仪？谱仪。测量仪。好，我们现在就来测量一下我的手有多大。测距仪啦。拇指到小指之间哦。对，就是因为可以想象，马克，你要弹钢琴，然后把手。开到最大的话会是多少？开到最大，来，我开到最大，我没有简谱。可是我不会用。就它测要加入点，是不是？加入点在这边。点。我们现在正在使用高科技。它是不是要用平面啊？什么意思？就是我要这样子。期待哟。就是。对啊，为什么它是加入点？好。我从来不知道 iPhone 有这个功能。我看拉到小拇指的话，哇，你怎么是往上走啊？因为它会有个水平线，你要都在那里面。好妙哦，它这样会大概24-25，这么小？不信邪啊，你自己放你自己。我不相信啊！你就是只有24跟25公分的人而已。怎么可能？你刚刚已经在大拇指的点啦、啊，你现在只要拉到你小拇指的点就好了。等一下，这个是。那我现在这个点是什么啊？我刚刚设你大拇指的点，但我现在要到这里来，是不是？嗯，所以我刚往上啊，才能俯看到所有那个线啊。不是吧？我要把它删掉，我要重新测一次。不相信自你，不然你觉得你打开是多少？你觉得你跟作曲家一样30吗 ？Yes， 那我来试试看哦。大拇指，然后什么加是不是？加入点是要水平仪吧？不对，测距仪来加入，他就很爱应，所以应急。他明明就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还在这边给我自以为懂。
哎、欸，真的只有24，是不是？我刚刚还多给你，可能我可能拉不够，还给你25。哇，30多好多哦。30可以才多，疼到哪？直接疼到哪？30很多、欸。它好像可以开12度还是13度？哦，这里是。然后到下一个兜，然后再往上。我知道了啦，你把你虎口跟无名指跟小指中间的蹼都剪开。对啊，好痛。对啊，就可以要剪蹼吧。然后每次要一直凹那个吧。要剪蹼，嗯，我们要剪蹼哦。然后把手这样一直把它撑开，就像那个腿劈腿一样。不信邪、欸，真的。而且你马克是25公分吗？24。对。好像可以新增到维基百科上面啊？这需要吗？因为新增是他在今天知道的测距仪吧？啊、我觉得有点难过。24应该已经算很大了吧？我感到非常的难过。谢谢。我有一点，嗯，怎么了？是什么？是玛丽？你有一点怎样？瞧不起吗？有一点惊讶，有一点惊讶，我只有24，是不是？对，我原本以为会到你让瓜爸失望了。怎么会这样子啊？你只能试试看脚距了啊？脚距可以怎样？我口足画家、啊，可能搞不好你的脚比一般人开。不可能啊！手我还有点自信，脚真的是个蛮无聊的事情。我脚长得比一般人怪啦，但是开是不会多开的。谢谢瓜爸，谢谢你们，拜拜，拜拜。
8:35，我是血糖回复到正常值的欧马克，我是玛丽。要感谢哥哥妹妹，有一次我们最赞的小助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Aminus 的 24 Years Old of You， 笑什么？大家开始纷纷看起自己的手有多大、有多开，然后会想要把手距跟撑开一点，或是觉得跟身高可能会成正比之类的，其实不会啊，就是手的大小而已吧。嗯，因为有的人个子不高，但手巨大；有人很高，暴龙手。天空悲伤，掉下眼泪。那一天，你正好离开家乡。那有人好奇，你的 V 胜利手势可以比得跟玉木宏一样开吗？好开哦！他的 V 好离谱哦！他有简谱吗？他简谱吗？对啊，他简谱吗？我没办法哎，我最多就是这样而已。他的 V 已经像瓜牛上面的脚，对啊，可以到那么他我要用手扳才能这样子，要用另外一只手辅助。这个可能要从小没事读书累就在练，长大才会有这个特技。他简谱了吧？可是你看他的凹陷处，他其实蛮圆滑的。不是，他剪了以后长出新的谱啊，他已经先剪过啦。你不要煞有其事的说人家简谱，真的啦。小时候应该是有音乐演奏家梦想的吧？我先剪。对啊。一下 V 好痛、哦，对啊，其实撑一下就痛哎、欸，人体真脆弱。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成为人体奥秘学吗？你还有什么人体的小秘密要跟我们分享吗？哎、欸，前一阵子有那个啊，什么男生大部分男生都可以做，但女生不能做的动作，什么啊？就是有点像身体，就是蹲下那一种、啊，然后手往前，然后两只脚都跨进去手圈圈，然后手再起来。那个是哪个 YouTuber 先拍影片啊？跟他女友，然后一个他是法国 YouTuber 吗？他可以做到，酷哦！我等大家支援前线的这支影片。我的思念越过沉默的海洋，手在前面抱圈圈嘛，右脚跨进去，左脚跨进去。然后从屁股后面起来，他们说女生没办法做这个动作。那你做啊，我做到了。天上星星划过永恒的天际，屁股会卡住哎，哇！一个这么男性化的女子，竟然她很辛苦的做到了。为什么你们这么容易？我要抽筋了，我腋下好痛。应该是我是应用的，我应用的应该是骨盆的大小的问题吧。不过男生的骨盆跟女生的骨盆不一样啊。我就觉得这个人体奥秘也很神秘，应该要拍起来，应该要分享，应该要 shorts 给大家看看。我刚已经用尽我的洪荒之力了。我们用 shorts 给大家看看，这个很简单，十几秒做完了，对吧？哭哭！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做这个有多辛苦？我不知道啊。你储备好那个。我拉个筋休息一下。One two， 当当当当当当当，勾拳勾拳，左子拳 one two， 咚咚咚。
这样上车忽然发现钱花光了怎么办三个半越前越好的 plan 是分时段早该精打细算大月光住的弊端只好打开兄弟说大不了真的很遗憾他说中秋的约定值得拥有朋友吃订月饼接着烤点牛肉再来开瓶红酒口水很流入洪流吃饱开黑吃鸡解开成就健康空洞算了吧反正我也不太喜欢 social你们烤的肉总是留在左右你家进攻击地带看我多优秀乱七成的 no no 我还得接工作当时就像我开始弥漫难以忍受住避难嘴里口水流了一碗凄惨To the moon, I'm all alone 盘旋空中 It's a moon 握紧手中偶尔想守得住这几个钟头不用想着出风头 Oh, I see 满天蒲公英和大月饼我独自压着一百件的哆啦心反正每次去烤肉我一个人也很 OK 没看完的电影剩一半 OK 想看的书还没看 OK 怪我本来就不稀罕人类身体大惊奇，有人手被屁股卡住了，心慌慌过不去啊！对啊，我想说为什么呢？骨盆的构造大小会比例差异性那么大吗？所以呢，刚刚就是我们试了一下，那为什么我可以过去？然后想说，女生可能常常会不自觉的，那叫什么？挺屁股吗？反正就是把屁股弄撅起来，突出一点。那叫什么？凹背啊。你对对对，比较凹背一点。那如果呢，做一些猫式。对，做一些猫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好过去呢？哇，我们会拍出史上第一支破解影片吗？但你的手不够长啊，你暴龙，你暴龙小手哎、欸。我手算长的耶。你手是长的。我觉得我手蛮长的、欸是不是跟你误以为你自己出拳很快是一样的误解？是不是跟我刚刚误解我自己的手很大是一样的误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个人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评比，就像在瑞典的小镇做出那个经典实验，这个小镇当中对每一个人进行了开车自信度调查，有四分之三的人都认为自己超过平均。那平均是什么？平均是50%的意思、欸，各位大佬啊。我会练习，我待会要试试看猫背是不是就能过去了。好，刚刚你成功的那一次就是偷吃步嘛，因为你站起来，站起来以后，站起来自然就可以起来了。但其实你要在一个原地的状况，把手从屁股后面绕过去，这样子。Just need you back, yeah 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对我像是有病 baby I can't hold you back 这是我的错吗 baby 我只想你回来 yeah Yeah I'm just need you back, yeah I need you back、oh, 我把讯息都留在那 I need you back 梦想之前就在那 I need you back I need you back 借我的 paradise 时间过了多久无法计算然后你的讯息成为习惯希望我的来临前 You can be mine 不想睁开眼就烟消云散 Time is ticking期待每晚有你的梦境 Feel like dreaming
一起看你喜欢的卡瓦里，就算倒数其实没有三七分。你这个键盘人体学家，我听你在抓什么猫背凹背，什么背都过不去好吗？告诉大家，不要随便乱听键盘达人的意见。对呀、啊。因为你们女生啊，就是会这样子 啊，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那样过去你就过去啦。你哦，怎么会这样呢？我才想问你吧，怎么会这样呢？我像是有病 baby I can't hold you back 这是我的错吗 baby 我只想你回来 yeah just need you back yeah I need you back 你不要一直做这种无聊的动作好不好？你都已经知道你会过关了，你要玩几次？我想你是扭到了。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也有偷偷站起来或是干嘛，后来发现你没有练标准。哇哦，我就是想要听到这样称赞，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称赞不嫌多啊，我们都要练习，在适当的时机称赞别人。我独自驾车，太阳也不再斜落，一只皮箱一双鞋，一张相片 on my way。你再揍我就要揍你！我刚才已经夸奖过。你问凹背过不去？凹背不可能啊！凹背的确比较好过啦，真的啦，不是凹背，就是猫背会比较好过。你凹的话就过不了，你把屁股挺出去就过不了。你已经被褫夺了键盘人类学家的名称哦。没有，我刚是以后我个人经验啦，我个人经验是这样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OK。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对我像是有病 baby I can't hold you back 这是我的错吗 baby 我只想你回来 yeah yeah I'm just a need you back yeah。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影子计划的恋曲2020，这个礼拜就是金曲奖啦。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好的人或是想看的人呢？那这一次的金曲奖呢也是在高雄举办，所以高雄的乡亲们，你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哇，应该附近所有的美食小吃都会挤满人。然后饭店呢应该都已经订满了，尤其是你看团队应该附近的全包了，可以去追星。上山或下海，或左转或右转，别害怕迷路，聆听自然之中本能的律动，慢慢走。Take a walk, let's go。躺在沙滩上的我，一瞬间就想透。Just go,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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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just
I've been living in this real, real world. I just can't look away. My eyes high. To the real world 来自于雷琴的 real world 2:55 啦啦我想来